感謝大家，大家午安，真歡喜看到大家來參加。我看因為攏高級班啊嘛吼，有的唔捌我的牙齒一下好不好？我遐濟哦，我可簡單吼，自我介紹一下了吼。大家攏有課表嘛吼，課表提出來。因为课表遐内底有写名嘛，哦啊，遐是张文业嘛吼、哦，啊加两个字，现在就上网吼、哦、去找一下张文业教授，好、哦、加两个字上网吼、哦、去找，好、哦、那啊这样会找到我，因为张文业的名字也太多了。在网络，在 Google 里面、哦啊、但是加两个字啊，就人就比较少一点。哦，还要更了解我的，可以上四个一，我也没有跟他做广告，因为他是很早跟我登录的、哦啊、但是那个时候。要我写格言呢、啊？那个啊，四个一的人力银行，世界啊华人名人小传，张文彦就可以找到我。那我在那个地方，我写的比较清楚。从小啊，再经过求学到大学啊，然后啊，经过啊，所有的有提拔我的人，我都在一人力银行，我都有。把他名字把他写出来，也感谢、哦、提拔我的人，因为当时啊，大家都知道，流亡政府不可能，如果你没有人家来跟你提拔，不可能。像我是因为我的父亲是我叫我斗桑，我的妈妈叫卡江，他叫我叫胡米欧，那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人啊，等于就是日本的台湾人嘛，本土的台湾人嘛，那本土的台湾人没有一些背景的话，不可能在国立学校三朝元老都当一级主管，这个就是因为刚好我们可能是比较肯做事的，不计较任命工作，所以有机会人家就跟你提拔，因为这一点啊，因为我写的格言就是写一个就是态度啊，态度的话，工作态度，或是说你本身啊的做的事的态度，那么再来就是有心。态度就是决定你的高低嘛，有心就是一定成功嘛，所以这几个字在我来讲
应当是确切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本身没有背景，能够在国立学校里面，在三十几岁就当一级主管，那当然我是当学术上的一级主管，在学校里面嘛。那所谓三朝元老换三个校长，我还是事实上有的在国民党政府啊，都是在讲关系的啦。啊，我为什么很幸运啊？真的是很幸运啊！在我来讲，我人生里面套用柯基柯批一句话，就是说天命、运气、努力。柯批这样讲嘛，那我认为可以。我想一般本土的台湾人都是这样在做的，所以他能够在某一个单位也算是一帆风顺啊。这个是简单的啊，你要看我的资料，你详细进网络去看啊。因为高级班的啊闭幕式了，我也准备了一些 PowerPoint 的资料给大家来做啊复习。因为每位讲师所讲的啊，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啊，复习一下啊，来等于在三天所学的课程在很短的时间把它综合一下。那依照我的 PowerPoint 啊，准备的 PowerPoint 里面啊，因为没有你们来参加，如果都是我们的话了，不可能。我是第一期的学员啊，第一期的学员啊，如果以黄埔军校来算辈分歧视的话了，那当然我是第一期的。因为我在这边啊，你们应当算起来哈，也差不多几百期了啦哈。那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当时我们来上课的心情给大家指导一下。因为我也是讲师啦，也是学员啦。哎，我们来上课。哎，秘书长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钱，我们只有一个什么理想，大家都有这个啊，有这个理想啊，有这个价值的观念，是要把流亡政府把它赶快啊，依照我们的主张啊，不用武力，不用暴力，那么要赶快叫他走。那当时说啊，来上课来培训，因为美国跟我们讲两个条件，第一个你要受训4000人，
你要发身份证啊，41万张，这两个条件，如果这两个条件达到了，那要给我们执政。所以大家的目标就好，开班授信，但是没有钱怎么办？所以大家都讲好了，来的时候我也跟你们同样交钱呢。但是我回想当时我也是教授呢，人家叫我去讲课去演讲都有车马费还有出差费呢，对，演讲费啦还有车马费啦，也来这边讲课也上课交钱。当然如果是你们像你们是这种身份是一个教授啊来的话，也感觉到说哎，怎么会这样，因为国民实践研究院我也去上过，他应当是4天或是5天，住在那边住在那边都不要钱嘛。那个李登辉学校国事班我也上过，他礼拜六礼拜天的吃饭也不要钱嘛，他都准备便当给我们了。哦，类似这样比较我们来讲的话啦，我们当时候只有这个理念，赶快把流亡政府啊啊跟他回去了，回去哪里？金门马祖了。那个时候刚刚创立的时候还不知道是平潭，创立了以后才知道说美国又告诉我们他跟中共讲好了平潭，叫他们设一个，如果他们来接管以后，很多人一定不会留，想留在这边嘛，要跑去哪里？可能都到处乱窜，可能会发生问题。跟中共讲，中共想想 也有道理。好了，平潭岛给他们了。因为平潭岛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大家知道吗？距这边很近，现在又有怎么样？现在都有定期的班轮在跑，只有3-4个小时。你要台湾要去的，不希望你随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乱跑了，因为如果说30,000人，哎，应当是30万人，或是啊100万人，因为美国进来了。那么美军进来以后他们紧张了，就随到处乱跑，一个跑去山东，一个跑去啊辽宁啊，一个跑去啊福州啦，一个跑去啊那个啊贵州啦，或是陕西啦，或是云林啦，到处乱跑。中共也怕啊，到那边都去起革命怎么办？大家集中来到什么平潭岛，平潭你们在那边乱把桥一炸断，您就关在里面了嘛。等一下我们把那个图案图平潭岛的图给你们看，你们就也可以很清楚啊。这个就是都是美国告诉我们啊，我们是美国告诉我们我们做什么。那所以说可能在你们啊也运气很好，秘书长在开幕
事的时候呢，也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一次告法官主动协商啊，被告者啊跟告示者三方面，因为我们告两个嘛，一个是告美国啊，一个是告流亡政府嘛，来谈赔偿的问题。这个是当然啊，这个是我们值得去啊思考的一个观点哈。啊，当然是不是里面有诈，所以我们也要考量啊。哦，这个是如果按照我们很多事情哈，不是那么单纯的，所以多方面的思考啊，我是这种想法哈。那当然这个是好的，一定是成立的嘛，一定是成功的嘛，他们的法官才来谈到赔偿的问题嘛，这个是这样。那大家也了解一下我们的状况，那现在啊，我们就按进到我们的啊复习。开信的时候一定都是讲的什么主张跟立场，所以出去人家问说你们什么主张，大家一定要回哦，不要说啊你们主张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们的主张很简单嘛，都是按照国际法让台湾地位正常化，那么天皇保有啊台湾这一块啊土地啊所有权台湾，那么美国总统握有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还的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我们只要要求法院一判，那行政单位总统就要去执行了，类似这些。那我们只要就是遵守啊国际法，那么包含了、啊、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和啊，我们是啊和平的方式了，不使用暴力武力啊，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啊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那么对啊中国的殖民啊殖民的政权呢、啊，就是流亡政府所推动的事务，不合作啊跟不配合，就是他办的选举了，根本我们就不去投票就对了啊，类似这种情形。因为在国际上啊有很多的案例，波多黎海三小国里面啊，当时苏联占领的三个国家叫他们啊投票来选他们的啊总统，他们联合起来不去投票，投出来投票比例只有20%几，那世界上也没有跟他承认。后来他们自己组织政府推出来，大家都去投票了，那世界上也都承认。
也就是说，因为在台湾来讲，他选的就是什么流亡政府的总统。为什么？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连战那么郝柏村说柯P你是黄民，下面不敢讲下去。为什么下面不敢讲？我补充下面那一句的，你们不可以来选台北市流亡政府的台北首都的市长了，你们没有资格了，你们是黄民，不能来选我们流亡政府的市长。所以他为什么要喊出黄民出来？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啊，他也不敢讲下面这一句，他只要告诉他们的第二代了，柯P是黄民，不可以跟他投票，因为他不可以来选流亡政府的首都市长。很简单嘛，你来上了三天的课程以后，你如果听到这个啊，他很清楚了嘛。为什么他喊到一半就不敢讲下去？有时候叫他道歉他也不道歉啊，这个是事实啊。因为你们自己要跑来跟我们选，那这个就是来上了课以后，哎，连战这样讲也对呀、啊，哦，啊，郝柏村这样讲也对呀、啊，啊，就是柯P你就不能来选市长了，你跑出来跟我们流亡政府去选这个市长，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宗旨了，我们主要的目的啊，主张完了啊，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我们的啊理念价值是在什么？我们的宗旨是为百姓设想，因为来这边未来都是要为我们台湾的啊下一代或是我们的子孙啊来设想，那才来，自己也甘愿交钱来。有没有强迫说大家要来上这个课？没有嘛，大家都很愿意来啊。我们的这个宗旨啊，比柯P还现在他的在台北的施政啊，因为他在十一月份啊才选上嘛，啊选上才他所做的都是为百姓设想，我们的宗旨还比他早啊，两三年前我们的宗旨就定下来了，都比柯P 早。为什么可以看出来？因为柯P 这个他的春联呢、啊，写出来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印证了他的执政是为台北市的人民设想。
一个层次，好像是一个家庭一样。所以一个家庭的大大小小他都要去照顾到，那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为百姓设想。所以他写出这个春联，可以看出来他的施政的啊，等于一个宗旨一样啊，就是我们早期啊给大家看的宗旨，就是为百姓设想啊。所以说我们是不是比科比还要早？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美国这方面的。这位是罗素的啊，罗素这位，他是美国啊亚太地区的啊那个助理国务卿的啊，他是啊副啊助理国务卿啊。这里面啊，看这个报道，有时候大家要注意到，一定要看他那个时间点。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点喊出来？我们《苹果日报》所有的报纸都说罕见啊，要给台湾自治，一定有动机的。没有动机，他不会这么讲了。大家想想看，那个三月份，2014年三月份有什么活动？台湾有什么大的？有没有？大家想想看，啊？什么？那个是往黑还厚一点，因为它是四月嘛，三月份太阳花有没有？太阳花事件，那些啊大学生跑进在立法院，占了立法院。在3月31号啊，全世界先进的国家，本土台湾人的社团跟本土台湾啊侨居的人，在每个各地区啊都站出来。啊，有50万人，美国吓到了。美国为什么会吓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它是只要占领全国，对不对？如果人民先不了解这种现象，他们不了解这种现象，这些人民说我们来公投，像李登辉要会审，美国说不可以，阿扁说要公投参加联合国，美国说你是麻烦制造者，有没有？大家去想想，这个就是什么？他吓掉了，美国吓到了，赶快丢出来，要给台湾自治。
这个字字autonomy 就是秘书长也有讲过，因为台湾这一块土地是人家有所有权人，所有权人是谁？日本天皇，是他的土地，他的土地，所以你不可以怎么样来用公投的嘛，你必须要他们啊，就在住在里面的人，住在这里面的啊，二重桥皇宫里面这边的人要同意给你们啊，你们就可以。美国也准嘛，啊，美国说好了，给你们自治。那天皇说啊，你尊重他就可以了。那个秘书长也有讲，我们这个旗帜已经四年了，进到日本啊皇宫里面去，四年了。有一二三四年了，就是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号到啊，因为二十三号是啊天皇生日啊，我们第一年我们要进去的时候，我们第一关他那个是有两个。警卫警哨站了，第一关就不给我们带了，说这个旗帜不是他们的啊，只能够带这一支进去，因为全部几乎我们没有进去以前只有这个大会场只有这一支了啊，我们要拿这样进去说啊，这一支不行了，叫我们收起来，大家都很紧张的说，我们要来，因为我们是臣民嘛，我们要来跟天皇致寿，跟他招招手，啊，拿一个旗子都不可以，大家都很紧张。啊，我们跟他交涉说，你们去跟你们皇宫里面的人去联系好了，啊，他们也去联系了，联系了以后啊，说可以了，随时可以带进去了，大家精神啊，那个都啊，精神都来了，大家都拿这样，一直拿这样进去。那所以大家就很清楚了，为什么日本皇宫可以这次可以进去。好，我们再复习哈，这一次要怎么来说明我们这一支的由来，秘书长一定有讲过嘛？啊？代表什么？哦。哦。哦。六个州啊啊啊！这个台湾啊，立的台湾啊，这个里面的那个。啊，美国军政府啊，这个对啊，这个就是一百分啊、哦，所以大家都要了解嘛，因为你是高级班的、啊，每一个都要知道嘛，哦，高级班的同学啦，
才有资格去参加日本天皇的活动。啊，如果大家愿意去，一定要去准备套我们的制服了哈。那么制服啊，帽子，那么帽徽还有徽章。每年12月20号到24号都会去。我已经去4次了。今年我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会去，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到给日本天皇感动，因为他现在都不作声嘛，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除了跟日本天皇祝寿之外，我们还有去祭拜31,900名的靖国神社里面的那个本土台湾人，当时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的人都安放在靖国神社。第一次去我们真的是很感动，很多同心都在那边，真的是那个场面真的是很感动所以同学有兴趣愿意去，等于是你一生做一个做一个历史的记录，那你一定要去参加这个要大致花，当时候都花38,000左右了，因为我们住的都是最好的旅馆车各种都用最好的，所以我们也是代表政府了，那所以费用不是像那些一般的旅行团一样，这个就是顺便报告，如果要去的可以准备了，我们一去都几百人了，真的是规模也很大他们也都知道了。那我们再回头来，为什么他要赶快讲？因为他如果不赶快讲的话了，大家去公投，那就问题出大了。你们不能公投的，因为阿扁的话就变成人家说你是麻烦制造者，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赶快，你们可以自治，像什么？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像纽西兰一样，它是英国的等于英国的他们就是 Commonwealth， 就是说英国的邦联英国的邦联一样，他们尊敬英国的女皇，但是他们也是出来也是代表他们的一个国家这个就是
以后台湾就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那因为这个就是跟太阳花息息相关嘛，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介绍。这个是辅仁大学的，等于是外聘的啊、教授。他也这些太阳花的这些学生跑去攻占行政院的时候了，伊啊到顶下锁入去了，锁入去了阿哥安怎你知啊？我可足厉害嘞！去伫里呢拖地啊，抽出来看，看一个讲，搁个手机个翕起来。这个厉害啊！哦，中文我看有啊。政府的高官弄那啥造假啦，吃饱无代志，干那咧接工也是啊，正验一点啊，一的啊，一点通啊，爱干都要点点点点，我讲按赞赞赞，讲。爱五十摆了，哇！这下哎、欸，这是一个等于是他们内部的那个在登记资料呢。这是什么？这个公文夹的夹子呢？啊，这个写好呢，时间呢？这月份的呢？啊，这啥？哦，二十一啊，这二十四都要拜一呗，啊，这拜五嘛，吼、哦，啊，这吼，下底家啊，这个小姐，啊，这个啊，看安尼检查啊，做记录，啊，你看行政院是不是我们高级公务人员？是啊，你看都在造假，咱高级哦。实在高税，税金和政府在啥哩？我别跟你再讲不掉了，我别算了。哦，啊，这里话，甲公布出来啊，咱唔只发到咱家的资料啊，这里我看怎个，我伊安那伊一点讲，我好好请你来都唔是爱说你要去。行政院的啊，你锁入去，你安尼，我看哦，阿弟哦，我看登记下来管，好、哦，这类似安尼，给大家知影的哈。迄、哦那个时阵呐、啊，我觉得因为国民党是党国不分呐、啊。他们执政的时候了，啊，多多少少等于是在恢复在白色恐怖的现象，因为有关监听啊，到现在都还有很多啊，他们啊都是用其他的理由啊，真的都在监听啊，所以行政真的是中立。有时候行政一定要中立，事实上碰到党国不分的话，他怎么会行？怎么可能是行政中立？不可能的事了。外管这个是住在国外的，我们的等于有的时候是啊大使馆呐、啊，所以外管呐、啊。
这个馆啊，包括大使馆或是领事馆，或是现在就是啊代表处，哦，类似这样，要啊这个发布怎么样？当时太阳花出来以后了，几乎那么我们啊好像先进国家，好像英国啦、那个美国啦、日本啦、啊、澳洲啊、加拿大、日啊，那么还有西德，很多先进国家的侨团，本土台湾人也都站出来响应太阳花的活动，所以他发布了要来怎么样，要来收集海外侨团的名单啊，说响应太阳花站出来的哪些侨团，那个名单要报回来啊，他要做什么用？可能有人不清楚哦，来 我们可以看啊，在这个地方太阳花协印获得海外台湾留学生侨团热烈的响应，那么啊说现在了传出了我国驻外代表处来啊，再来收集这些反胡茂330的游行名单。可能大家不清楚什么叫做白色恐怖了。我们在国外哈，通常都是这样的。我在国外十几年哈，一个侨团里面啊，好像一个地区啊，都有一两个，一般所说的要别啊了。一个地区里面啊，都有一两个啊，要别啊，像啊马英九当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就做要别啊，他说在领什么？有人说领800块的啦，美金800，或是美金领1000的或1200的，每个月领哦。啊，他所做的任务是什么？要提报哪些跟中共啊的大使馆在联系的哪些人，或是哪些人啊跟啊那么中共啊的侨团在联系的哪些，都是在记录这些啦。啊，每个月就有什么美金800块，1200进来，每个地区都有啊。他这个就是再来收集了，特别要收集这些了啊名单啊。如果好像我们这边的侨团要选会长的时候了啊，如果有被记录的是黑名单的人，他就策动一些侨团里面的人不要投他，常常都是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也是侨团里面是中华工会啊，我是集自由省中华工会的会长，我曾经啊，我很清楚嘛，所以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很多行政不中立啊，以后这些留学生都很优秀，一回来你有被黑名单做记录，原来是工会留学生派出去回来就要用的人，可能就不会被录用了，类似有这种现象了，所以这些都在
警告我们的这些留学生，事实上这些啊都是为台湾我们本土好的啊，现在的啊民主自由啊表达啊受到这个白色恐怖的阴影还存在。啊，这个图片呢、啊，就是也只告诉大家说，因为流亡政府已经啊，已经在收编了啦，都在收编了啦。哦，他说说淘汰强的，哦啊留弱的啊，这个就是啊啊，海军陆战队是最强的嘛，或是宪兵也是很强的嘛。啊，怎么都要收编呢？都要裁撤呢？啊，这个几乎因为他们就准备啊，说一说准备要离开了嘛。当然，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事实上啦、啊，美国国防部啦，啊，就是。告诉中共啊，当然中共总是啦，我们的感觉上一定会有一点，在南海可能会有一点小冲突啊，因为中共去建立一些啊等于是人造的土地嘛，那个地方不是你的啊，你去把土造路，那变成你的，我想会一点小冲突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当然这个就是美国也有警告了，美国也在准备了，那都在啊，这个我们主要来讲这个比较重要哈、哦，这个啊，有看到这个报道的举手一下好不好？这个是什么？大船离港啊。那这个因为是2014年6月16号。金普聪刚刚啊做在美国2年的啊驻美代表回来以后啊，要来接国安秘书长。回来刚刚回来的时候，跟马英九讲大船啊离港。这个几乎大家都没有看到了，因为有的没有大量的报道，所以这个就是我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听到大船入港，大船入港，那个是什么？美国带什么奶粉？美国啊带啊面粉啊来救济我们啊！现在说大船离港，离港就是等于要走了嘛？啊，这个就是有人说要这个船要开到哪里去？大家说开到平潭岛去了。后来因为这个也不是我讲的、哦、有时间啊，有报道的人、哦啊、还有这个在这个地方自由广场，
因为我们谈到这个中国啊，这个也是报道哈、哦，这个是报道里面啊，说是啊中国在玩阴的啦，啊阴的是什么？它就是不正常的啊，不正式的嘛，耍诈的嘛，它是什么呀？发文啊，联合国携带附件，说他们有钱收回啊。收复这个台湾澎湖，在这里面呢、啊，大家想一想，朱镕基，大家中共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他说在电视的说。台湾他所拿握拳头说台湾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当时我们要选总统，民选总统、啊、台湾他们不可分割领土，他要打会战。想一想，现在他们都知道了，这样讲会笑死人，为什么？都改了，说台湾啊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不敢讲了。现在变一句话说，台湾是他们核心利益了。台湾是他们的核心利益，都改变了。所以，因为台湾不是他们的嘛，都清楚了。依照国际法啊，战争法。就金山和平条约讲得很清楚，问题在哪里？问题他是想要在联合国慢慢灌输这些小朋友的国家小国啦，好像啊南美洲这些小国，非洲的一些小国啊，中共说我你以后如果有我们有提案啊，你来投票赞成啊，我在你们国家开一条高速公路给你，跟你盖个机场给你啊，跟你啊开个啊高铁给你们，那小国家当然愿意啊。台湾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有的小国家，台湾跟他都没有什么关系啊。他，啊，你中共，我投你一票，中共来跟我盖个机场，当然他都愿意啊。类似这样，他才玩阴的嘛。哦，啊，事实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台湾到现在了，啊，我们去告美国以后，这个都更明朗了。希拉蕊他说啊，太依赖中国，台湾会变得更啊脆弱。那在这里面呢、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希拉蕊还有更深入的分析的报道。如果大家要了解的话，上电脑去找希拉蕊，他有分析说在二十年后中国还要会更穷。希拉蕊的分析，因为他当时我说因啊分析说中国的第二代当官的第二代全部都90%啊都移民。哦、要移民去美国了，大部分都移民了。再来他们在第二代啊，现在啊在中国的富商有钱的人的第二代也都是孩子
都移民，80%，所以在这人看，他们说几乎以后中国在20年后可能就会变成穷困的。事实上，我们再回忆一下，台湾也是这样啊。台湾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来接收台湾的时候，这些大官的儿子，当时我都不是都是，或是来这些将领的儿子，都是怎么样到美国去念书嘛？类似这种现象嘛。啊，这个以后也跟我们关系啊，也会啊，应当在跟我们关系都还算不错了哈。他回国的首相，日本回国的首相很少了，几乎好像他是第一个吧。原来当了首相，然后下来以后再回来当首相的，当时候他下来以后啦，美国跟秘书长联络电话的时候啦，美国问我们日本政界哪些跟你们关系比较好的，而我们当初推荐两个，一个是年纪比较大的东京啊知事，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再推荐一个就是他，因为他年纪比较轻啊，所以后来美国就支持啊，我们所说的就是安倍晋三。安倍晋三为了把这个啊那个自卫啊钱啊，那么解禁，他原来在众议院要求把那个解禁这个自卫队的时候啦，70%的那个众议员啊都反对，他说这样会引起日本战争，带来战争，所以他们不啊，这个众议员都反对。啊，他认为为了，他说好用行政命令先把它通过，然后再把这个国会解散，重新啊选举，重新选举以后大胜，他大胜90%，他都赞成啊，他把这个自卫权解禁，所以他可以派兵啊向海外啊动武，以前只自卫队人家打你，你才可以反击，现在你侵入我的领空，我就要打你了啊，这个就是可以向海外动武。所以安保条约，大家去想一想看哈，为什么安保条约都包括什么
台湾跟澎湖，为什么？啊，怎么没有包括金门马祖？因为金门马祖是他们的土地啊，哦，所以只包括啊台湾澎湖，这个安保条约就美国也啊，现在啦更加强啊，现在啊我们再看看哈、哦，再了解哈、哦。当然这个就台湾如果遭到攻击的时候，他可以出兵来。啊，当啊，我们这个国防部签大字，这个报道有看过的几首好吗？哦，只有一个看过，其他都没有看过。有的人真的不敢相信呢，怎么会国防部？正常是在哪里啊？总统府的后面，总统府的正门就是总统府，后面的后门是国防部。啊，国防部现在搬到哪里？大直。啊，所以大家就是要大船离港了、啊。我们又出现这个楼市啊，在这个啊出现，他的报道啊，这个是二月的时候，他说2015年台湾重要的政治年，美国有没有在做？一直在做，但是都是怎么样？模糊了，给你们去猜了，啊，我们这边的人就是也没有办法。事实上美国都有一直在做，他来发表啊，2015年是对台湾的重要的政治年。奥巴马政府的任内的美台关系是非常有实效。其中一个啊缘由是台海两岸关系的进展，这是美国支持的，欢迎并促成发展。哦，这个是，但实质上啦、啊，实质上，因为当习近平是副总书记的时候去美国，美国就已经告诉他了，说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美国占领的，跟你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已经跟习近平讲了。啊，习近平也知道，所以他会想去见天皇，要买台湾。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会那个 PowerPoint 啊，是我啊做的啊，给大家看。因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美国告诉我们，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美国啊，副总统已经告诉习近平，因为当时候等于是副总书记了，等于副总统这个阶段，当时候习近平，所以他们副总统就跟他讲了。他经过日本的时候了，就跟日本驻啊东京的啊大使馆讲说，请中国的大使馆，东京大使馆安排要觐见这个天皇。啊，去透过他们日本的外务省去问，说你们要来见我们天皇啊，半年以前就要安排了啦，我们现在没有，你一来就要见，不可能。所以习近平因为美国副总统跟他讲啊，所以他打电话请美国安排啊，美国安排的时间再告诉习近平，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因为我们都有跟美国联系，秘书长都有跟美国联系，我们才知道说他去见了啊。一旦见了天皇，他跟他讲说，中国经济比较好了，现在有钱了，想要来买台湾跟澎湖，又买的打契约成立哦，所有钱人是天皇，他把台湾跟澎湖卖给中国，那是成立的哦。啊，天皇怎么讲？天皇说，我们祖先啊，到现在啊，都没有再买卖的了。那所以讲话差不多十五分钟就再见了。所以这个哦，也要给大家知道，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因为秘书长都会跟美国在联系啊，因为美国的状况都会告诉我们呢。啊，这个他辞掉了，金普通哈、哦、啊辞掉了。啊，辞掉的意思说是什么？啊，报道哦，这时候是他安排救生艇了，要绕跑嘛，大船要离港了嘛，啊，离港的话就要等于要绕跑了嘛。哦，大家联系的啊来想哈、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这个就是啊，都是在国防委员会啊，国会的国防委员会的啊立委嘛，啊他也怀疑说，不是健康的因素了，他是安排。这位谁大家知道嘛哈？江宜桦，大家看看这个时间点。3月6号啊，他出去的时候是3月5号嘛，哦，他什么时候？他辞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他辞职。啊，行政院院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什么因素辞职的？他使用暴力，啊，说执行下的命令嘛，对不对？国家暴力嘛，哈，啊，国家暴力使他辞职，
辞职以后他要回去哪里？台大嘛，台大的这些学生怎么样？不给他进去了，不欢迎了。那当然这个我们就不讲了，主要就是说那没有回台大，那等于是失业嘛。为什么在三月五号出去，三月四号，三月四号总统府又任命他资政，资政，总统府的资政，而且完了以后他又三月五号第二天封他资政以后，他就是说哦，他要去那么纽约啊，哈佛大学，还跟啊 LA 啊，就是啊那个等于在哈佛大学跟斯坦福跟啊大学里面做啊客座啊教授啊，要做客座。为什么？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去告美国的？二月二十八号嘛，对不对？告来以后那个整理，我们整理美国寄到我们外交部，外交部拿到以后还看了，打开以后还再推回去，还寄收退回啊，他马上要找这个人去做什么？去请律师了啦，去那边坐镇指挥了啦。所以这个期限啊，啊，这个谁去跟他送行？他去送行，去谁去跟他送行？王卓君有没有？为什么他去送行？啊？不会说这个检查的人员说你要出去啊，你的皮包拿来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叫这个去送行啊，因为他跟他一起走，这些警员看到他都举手了嘛，敬礼了，就不会说哎留下来了，说哎，那个包包来检查一下，这都很奇怪的事啊。啊，我们在江宜桦。他去了以后不久啊，他父亲就死掉了呢，啊，他又赶回来呢，没有这么重大的事，他已经没有工作了嘛，当时等于是在照顾他的父亲了嘛，啊，所以也知道他父亲差不多了嘛，所以他也没有计划到国外去啊，啊，这个他会在他父亲差不多差可能一个多礼拜后，一个多礼拜他父亲就，所以这些呀、啊、都是我们去了解他。
都是有任务去的啦。啊，我们也可以很清楚了解这些，去做做什么工？你看看哈，这个什么时候来的？他什么时候去的？他也知道我们在3月12号要在华盛顿 DC 国际啊记者啊会议厅要去啊在那边发表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去策划，策划什么？应当会去听我们演讲的这些人，把他叫来台湾，因为这个是什么？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这位，这个就是这位啊，罗伊斯啊，是这位啊，这些都是啊。委员会的人不要去听我们的，把他拉出来，这个是中国政府最会玩这个手段的。那你看看他们来，当然去访问柯P啊，他们就拉出来，他们就把我们的事情就怎么样，对，丢在一边，来柯P看柯P啊，来再来看看，大家来看看哈。美国国会议员问胜选的策略，说柯P会为什么会赢啊？啊，柯P怎么讲？他的回答也很妙嘛，哈、哦，他就是他讲的也有道理哦，大家去想一想，他抹黑就是被捅一刀嘛。同一刀如果在水里面就怎么样，流血出来了嘛，鲨鱼闻到就怎么样，如果游得比较慢的话就被鲨鱼咬死了嘛。那因为像蔡英文 他的就是被人家捅一刀，他就没有办法游走。上次在选举的时候吗？啊，宜昌案啊，宜昌案那个真的是违法伪造那个公文，到现在都还没有判哈、哦。啊？改公文没有？哎、欸、不。蔡英文是被捅一刀的，这当然是无罪啊！我是说，那个是刘亦儒，没有，好像没有枪案了，不了啊，可能还没有判吧，查一查哈，就是他那个改公文呢，日期改了没有罪，这个所以。法院是他们开的，没有办法。法院是他们开的，那个习水德这样讲的嘛？习水德是这样讲。嗯，来，他被啊 ，ND 149这个。
这个哦，我认为哦，罗士雷没有事呢。当然哦，这个里面就台湾人民哦，真的是太厚道了，真的人民太厚道了。我怎么这么讲？罗士雷，你是专业人士，专业人士，你所做的必须有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准则，你的职业道德准则里面，你是会计师总工会的理事长，等于你是专业人士，又有这个公信力的，把人家说这个有账上有什么有贪污有舞弊的现象，这样的话，依照你的专业来指责人家，事实上人家没有贴在墙壁上，他就跑得很快，就是他所有的费用啊，所有都把它贴在啊，他的啊心想也都贴出来。一个专业人士，又是总工会的会计师，总工会的理事长，这样没有事，这个就是。真的是人民啊，我们的人民太厚道，可以抹黑都没有问题，起码你也要辞掉你的会计师的专业。因为为什么？你指责人家有舞弊嘛，账上的舞弊嘛，不是，这个就是依照你的专门职业的人员，您自己就人家没有舞弊的，您跟人家说你账上就有舞弊了，那你一个专业人士，你就根本你就没有资格去再去当总工会的理事长。他这就是要讲起来讲，有的就是要安怎呢？白布要甲你甲我，因为他一站出来说。我是会计师啊，我是专业专门在查账的啊，他这个账有问题啊，如果跳出来的用专业的人士来讲的话，那你没有，那你的专业你的职业道德违反要没有遵守啊，你要会计师辞掉。但是都没有，这个哈、哦、是，如果我们在执政的话啦，这个已经把牌子掉。你专业人士啊，你去指责人家你的专业人士的漏洞。啊，你就是没有专业了嘛？人家没有啊，你说有啊？啊，那你是不是伪证抹黑嘛？所以柯P真的，哎，他不是指这个，另外捅一刀也蛮厉害的啊，说他在卖器官。有没有？哦，那一刀真的是，如果因为他讲是天命嘛，他有这个天命，再讲运气嘛，啊，
我说运气哈，他在努力嘛，他有努力。你看他现在蛮努力啊，他说七点就要出门了，七点半要开会。你看，啊，搞到十一点，我真的是没有没有。如果说我们的公务人员哦，那个一半就好了啦，一半有像科比这样的话，真的是不得了。有的都是啊啊，市长啊，市长啊，九点在上班，对不对？就说说九点上班去的，啊，没有什么事，有没有什么事啊？公文看看，没有什么事啊，没有什么事啊，那个啊，那个主任秘书去处理，所以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因为提到这边哈，啊，也要跟我们在上一期的啊初级班啊，有告诉说你们有发一本我们的那个法案嘛，哦，我们有一本红的嘛哈，有那个法案哈，哎，啊，那个法案里面啊，我们没有我们的那个职位哈。没有任期呀，啊，哎，我们当时候在开会哈，那么啊，那个众议院的提出来说要任期，到参议院啊，全部把它推翻。为什么？跟科批一样嘛，科批大家有没有？科批怎么样？大家去想一想。那个我们捷运啊，北捷的总经理啊，他在执行的时候啊，议员执行的时候，啊，北捷的总经理说，为什么北捷的广告是某一家全部？包由他得标，有没有？他那个是有中资色彩啊。何必站在旁边啊，叫他们总经理回答啊，议员在那边提供这些资料后啊，他总经理说啊，这个我们当时候我们有行文啊到啊中央哈，啊，中央都还没有回文啊，因为他中央都没有回文啊，我们就等于是没有问题啊。科比怎么讲？科比讲，你那无家己讲，定来讲中央，我都家己换掉。有啊无？啊，这个要不要任期？等于有任期，我都要开会啊呢。大家不要清楚吗？好像说一个总经理，我都要三年一任，几年一任啊？都是啊，他不，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的宗旨。大家再问问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宗旨是什么？对呀，啊，为百姓啊设想啊，你他有任期，他的思想就不会为百姓啊，你要把它开掉，那怎么办？啊，都废弃啊！哎，科批没有，他就这个，那安尼要赶紧换掉。所以公都推给人家，推给说我中央的事推给谁、啊，你自己要自己决定啊，你自己要为，人民负责啊，是这样嘛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执政了，我们各部会的主管
也没有任期啊，他做得好一直做，真的没有为人民去设想。换掉换掉，有时候我当然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提到这些哈，说这样的话哈，大家才有怎么样动力了。因为当时候也即便了一下，因为为什么众议院提出来，很多人提出一定要把任期定下来啊，后来我送到参议院来，参议院也曾经讨论啊，我也反驳，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为人民嘛，不是能到后来你的施政是为了你的期那个限期啊，问题就麻严重了，就麻烦了。有人说啊，那个占了茅坑不拉屎啊，那就完蛋了。哦啊，因为柯P运气也很好，他说卖器官那个啊，他那个是引述外国一个学者所写的一本的著作，那一本啊，国外的本土台湾人啊，说两天就把它翻好了，寄回来了，因为现在很快嘛，翻一翻，那个一按，我们这边就收到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他那一本看一看，那都没有啊，那一本啊放在竞选总部。好，再来，他们也蛮聪明的，他们的那个律师团就写一张信给这个作者，啊，写信也是一按，信写好了，一按就到那个作者的桌上了嘛。啊，看一看，哦，那个作者还在写一下说，哦，又说柯P对医学上也有很大的贡献啊。哦，一按又回来了，啊，就贴出来在墙壁上。啊，所以他也被捅一刀啊，这一刀也没有事啊，欸，要不然怎么办？他随便一指某一个著作，国外著名学者的著作里面有指明说柯P在卖器官啊啊，像你要怎么办？你看这个不是他被捅了，又没有事，他真的是有的比，真的是，所以啊，这个就是天命啊，我们讲过来就是天命，没有他台湾不会好，因为也必须要有这些人，台湾才会慢慢更好。啊，那因时间上也蛮紧迫的嘛，哈啊，现在啦，我们这些啦，这些都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啦，因为主要是我们都很清楚了哈，他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就是美国那么国安会的官员呐，哦，他主要是亚太小组的主席。哦，啊，麦艾文他强调是这样，哦，那么这里面呢，啊，有一点要给大家知道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个，他说要确保台湾的安全；第二个，蔡英文所选的啦，跟前面啊，哦，我们所讲的罗氏哈，所讲的哈，啊，这个是自治啦，哦，这个是和自民自治，就是说，
啊，罗氏所讲的要给我们自治，不相符合了。哦，啊，我们也可以再啊，应当大家知道，不要再回来了哈、哦。这样就给大家知道这种现象，就说，因为他所显的是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哦。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去投票？不要，这个根本啊，讲到投票哦，我们跟他盖一张票，30块给他啊，政党票盖一个。原来台联呐、啊，台联大家知道吗？哈、哦，没有什么经费都被弟弟花去啊。啊，有这个政党票啊，现在他们又有经费了，因为当时他们号召也对了，他们说总统盖给蔡英文，政党票盖给台联啊，所以说有的人说、啊、好了，台联跟他盖，哎，台联拿到这些经费了，所以台联的、还有分配一些，那么那个分配一些那个立法委员，就是这样来的。啊，这个给大家认识一下啦，说不定我们可能哦，这个也不一定哦，说不定我们如果12月去的话哦，说不定也会看到他，也不一定哦。所以大家认识一下哦。这个是岸信夫哦，可能是未来的啊首相啊、哦。他是不是很年轻？是。安倍晋三的弟弟。嘿嘿。胞弟。嗯、所以多少、哦、都有一种协同的关系啦、哦、他们因为 要讲这个、哦、我再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知道一下好了，那个王金平他给太阳花进去立法院，没有用警察权全部把他驱除，对不 对？才有现在啊，党的中国要来花这个花这个等于他们的卡片啊啊再缓慢了下来，要不然他一通过的话，当初就再花这个，啊，缓慢了下来就是，这个是我的联想哈，我的感觉上是这样。后来王金平有被邀请去美，去日本访问，大家知道吗？我想。因为日本人哈、哦，因这个讲就是，好像我妈妈在教我的时候，如果我们去人家的话，都会带一点お土産给嘛，哦、啊如果人家对我们有恩的话，我们要去感谢人家。都是这样教导嘛，啊，我的看法就是，因为太阳花王金平有把它缓慢下来，所以日本邀请他，啊，王金平就是把国会的这些啊委员啊不同。党派的啦，选几个
带团去日本访问，有没有？有。一个国家的立法院的院长要出去啊，又是带不同的啊党派的立法国会议员要出去，这个一定是人家安排的嘛。啊，如果不是人家安排，怎么会不可能的嘛？在我的感觉上是这样，日本要感谢，因为台湾这一块是他们的，啊，所以就是要感谢啊，感谢啊，叫你们来啊。但是我认为这个人比较做错了啦，因为他们一定有跟王金平有见过面啦，所以啊，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啊，食品的问题啦，他们也是国会的这些人啊，又来了呢。来了，有一个问题在哪里？他第一个，因为王金平邀请过去，马英九很就不高兴了嘛。为什么？他想要把王金平砍掉啊，就没有办法砍掉啊。而他又去跑去日本去，日本这些又跑，他们这些国会的人为了这些事情，又去拜访什么？第一个一进来就去拜访什么？王金平。第二个，过一天再去拜访马英九。当然马英九不爽啊，所以他的要求都怎么样，这个管制还是照实施啊。这个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联想哦，可以看出来哦啊。这个说不定我们去他也会跟我们见面也不一定啊。好了，那现在啊，大家认识一下这位就啊，这几位也可以啊，都认识一下哈。因为当然，这个就是我也再补充一下哈。时间上的因素真的是不够了，那没有关系。这个报纸是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在我的印象中应当在差不多四年前，他向大家都下课了嘛，三点多钟了，下课了，下课了，有一个记者说要来我们门房说来报告，说他是什么记者？他说他是啊，《苹果日报》的政治记者，要来访问我们。啊，好了，他们就进来了，给他进来。进来以后啦，跟秘书长谈一谈。秘书长说你要访问我什么？他说他要了解怎么样。秘书长说这样啦。拿一袋子他的著作，有差不多，我的看法差不多应当有六七本，也有原文的话，说你是谁派来的，他们的政治组的组长叫他来的。他说这样好了，你要来访问我可以，这一袋子你拿回去看懂了，看清楚了，你要再来问我，要不然他要问什么都不晓得怎么问去，就给他带回去。好了，这一天来了，这一天事先打电话约了，约来了，我们因为上一次同样的报社已经有这种现象，所以当时候我们就
这些年轻的啊，这些啊，在这边这一版，我跟秘书长起码这个要起码哈，我的看法哈，起码要120万以上，最少。这个是 RA 呢，这个没有出来，这个是 R 啊，在这边，在这 RA 呢 ，EEA 翻过来这一面呢，整版呢，所以。因为时间上的因素，我想也要给你们看一个影片，那个你们都举手都是说不认识我，因为可能是第一次见面的，所以我们也来晃晃，那我们一个同心，黄石交的确他用我们的身份证去美国，这个是这个案子给大家知道一下。我今天原来有约一位也就是我们参众议院的那个李富坚这个委员议员要来跟大家也现身说法，因为他说他要赶回去台南州的一个参会，所以他说下次，因为我要实际用过的真正用这个身份证的人来跟大家讲，我们这是100%的正确。好，那现在开始，我们给大家让请各人的同心黄石教咱个高将一个，请伊来现身说法。伊去美国来用着，看伊安怎讲。这拢无到扛来吼。后来阿姨，你讲报告一个时间、地点啊，个使用的过程，好大家了解一下。后来，大家好，我叫做黄石教。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我是坐达美航空，伊是坐优约，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因为我入去的时候未记提身份证给伊，可是回来的时阵，我想起我有身份证，那未记提我用，我才敢来提身份证给伊，迄个通关人员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结果他就还给我，他是双手这样鞠躬送给我，送还给我。我很感动，我想奇怪，我出入美国这一摆，拢唔捌拄到这么好的，安尼这恭敬送给我。过来呢，伊给我另外行一边，另外一个通道。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那另外我的朋友呢，他在旁边，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那个外套、鞋子、衣服都要放，都要脱下来，放在那个盘子里面，才可以通过。那人呢，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面，都要往上这样子。扫描过以后，他有时候不放心，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才让你通关。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而且是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后来我了解以后，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者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哇，我感觉足幸运的，因为我有台湾民众有这张身份证，就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行我。大概我咧通关的时候，伊就安尼一手尔，他没有用双手。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双手，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我就感动。我讲哇，我吃到60岁，去到国外，这摆是上尊重啦。
因为你定在国外出入的时候，咱台湾拢无人认，知影咱台湾，甚至吼人拢欠啦。我讲唔是，我是台湾人，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我就感动，所以很感恩一长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报，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然后拥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可以去国外就备受礼遇。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安尼好哈，起码就是我要给大家拜托啦。第一就是回去，去叫一卡有专业的，吼、哦，啊卡少年的，拢来受训。哦啊，第二就是我叫大家的亲戚朋友拢来办身份证。啊，我那来咱，我拢坐高铁来啦。啊，坐一定爱桃园，啊坐诶高铁啊来家家拢坐计程车来。啊，甲计程车讲暗倒来办一张啊。伊安那讲呢？因为我上头问讲，伊知啊，伊讲拢知啊。我唔讲叫伊来办一张啊。伊讲，嗯啊，伊个讲法吼，免他不会那么着急啦。伊讲，伊个想法讲，这套我是甲讲，你办一张啊吼，以后吼。足方便啦，因为你要出国也好，还是你以后咱执政的时候，就是革命先行者嘛，啊有革命先行者的条款的优惠嘛。哦，我讲伊个讲啊，你那执政阮才来办呢。哦，拢有这个心情。啊那安尼我讲安尼你会袂赴啊？伊讲袂赴啊，不要紧。哦，类似安尼啦。啊，这个有诶无法度啊！我甲讲，互你开一千块，啊，你进来办一张客咧，啊，你用要用就用。我甲大家讲，转去我爱甲少年讲吼，凡是若少年诶，恁有机会要参加各种诶考试，你用去解考，证书考到，无一定就爱用嘛。等于安尼就对啦。像我本身我哪有证照几啊张啊？啊，有时候我可以不要用嘛，啊，有时候我可以用嘛。哦，啊，个有的专业证照吼，有诶没有限年龄啦。你啊，公务人员讲到十五岁，你都一定爱落呀嘛。好、哦，啊，专业证照到现在还没有限年龄嘛，啊，所以。那是拢要来用嘛？类似安尼就是讲，所有的证照爱的课，你喏叫，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吼，拢去甲考。吼，啊那有考到证照的吼，你就是专业人士嘛。啊，专业人士以后咱执政以后要用的人会足济的嘛。啊，我足需要大家来斗相共的啊。登去拜托这两件代志，好唔好？好。哦，谢谢，咱今日就到这，感恩。